问候师尊，师尊好，师父好，大家好。恭请真佛宗创办人圣尊莲生活佛加持坛城，为佛像开光及加持大悲咒水。
大家唱如相赞。
请尊圣雷战士主持四连声金刚上师，代表敬献哈达，以表最高的敬意。求师尊过来家族这边走。
在年轻年以后到现在已经十一年，我们终于有机会邀请大师跟大师的人分享一下。那这一次呢，这次其实摩天大教，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说有这么大的这个法缘。一开始我们只是一个很诚心的，希望能够以公僧的方式去将这个功德回向给师尊师母身体健康一下下下。那后来师尊让我们去承担这个责任，让宗派整个有这一种团结的这一种机会。我自己跟所有中山雷藏寺的义工，跟所有的参与的义工朋友，我们对于这一次的法会能够去做这个法会是我们的荣幸。那这一次呢，因为是宗派所有的这个资源、所有的人力、所有的大家的心力的参与，我在这边呢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其实我很早以前在有跟师尊师母报告过，也有跟这个中委会的会长也有讲过。也就是说，就是你当时本来我们是以想要公僧的这个方式来供养师尊师母，回报他们，然后回向这个功德给他们。我们是不计代价的。所以我就跟所有的理事讲，这一次的摩天大教，如果说这个钱不够啊，有这些欠款啊什么，由尊胜雷藏寺全额来负责。那但是如果有任何的疑虑，尊胜雷藏寺一块钱都不会拿，我们会将所有的钱，我们会将所有的善款、所有的钱，我们一半供养给尊胜雷藏寺。一半呢，捐赠给中委会。我相信这些资源、这些善款来自于十方，然后让这个十方的功德，因为供养根本上师的功德，因为让中委会去推展中牧的这个功德，让大家的这些功德能够变得更大、更圆满。那在这边呢，代表尊胜雷藏寺欢迎所有的上师、法师、所有的贵宾、所有的善信，欢迎你们以后常来尊胜雷藏寺玩。
们大家在一起，我们是多么的荣幸哈、啊！我们是何等的荣耀！这是尊圣雷战士历史上的又一大的盛事，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恭请师兄法语开示。又知道，哎，又知道，很奇怪，奇怪，他认为他在这里是一个王，旁边不可以有另外一个王，嗯，所以当初我给德顿同修会的时候。他就叫德顿同修会不要开，你不要开德顿同修会，会影响我这里的信众。他是跟德华法师这样子讲，你开了德顿同修会，会影响我给加州的信众来他的这个叉叉堂。尊圣雷藏寺要开的时候，他同样来阻挠，不可以买那块那个西院，因为西院里面有鬼，还是搞鬼。他说西院里面有鬼，他们尊圣的人跑到西雅图来告诉我说西院有鬼，我啊，是吧？实在是忙得很，但是也抽空，不得不抽空来到尊圣雷藏寺这个戏院来收鬼。有没有这回事啊？有，因为他在那边睡觉，怎么容得旁边有人在打哼？很简单一个道理，就是地，这里是我的地盘，水也不能够插足，
本来还有一个同修会也被他收掉。啊，整个北加州他整个他是王，不容许别家哪里还出来一个连上是不可以的，逼我一定要到这北加州来，到了尊胜连上是这里的原来的戏院，我来这里表演收鬼。我是用大威德金刚那么西院绕一周，拿一个米盘，然后把所有的鬼全部收到那个米盘里面，然后把它带走。我现在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哪一个地方没有鬼？我问你啊，哪一个地方没有鬼？就人家讲说，哎，你家有鬼，你也就笑笑。你说，哎，师尊家也有鬼，我也是笑笑，因为确实家里有鬼。你家没有祖先的灵在吗？你有祭拜祖先啊？祖先的灵就是鬼。人死掉就是一个中阴，中阴就是鬼，就又叫中有中阴。啊，中有中阴都是鬼。很简单的讲，每一个家庭里面都有死去的祖先，甚至每一个人身上还有你的祖父跟着守护你，你的祖母跟着你守护你，你的最好的朋友死掉跟着你守护你，这些都是善鬼。哪一个家庭没有鬼？都是有，多多少少而已。所以这个问题呢，也就是讲，其实每一个家庭里面都有守护灵，都有地基主，都有这个祖先的灵，都有善鬼好朋友的灵，过世以后他喜欢跟着你没有关系，这个都是在帮助你。好，我现在讲一个概念，大家要记清楚啊。我们罗天煞教做完了，啊，有人说，哎呀，师尊啊，这个罗天大教真好啊，从此第一破，地狱里面就没有鬼了，地藏王菩萨就可以成佛啦。好啦，那从此我们也不用怕鬼啦，因为整个地球全部被罗天大教收光了。所有的鬼啊，地球上的鬼全部被罗天大教收光了，全部往生佛国净土啦，不然就六道轮回啊。这个观念对不对？不对。怎么对？这本来我们来讲起来，我们讲的是什么叫做冲犯？告诉大家什么叫冲犯？因为你家里里面有鬼，那些鬼是善鬼，他不会给你作祟，祖先的鬼也不会给你作祟，除非这祖先也是恶鬼，其中也有恶鬼。那么你的好朋友也是来帮助你的，是善鬼，那都是好。还有守护灵也是善鬼，跟着你在旁边。但是如果有不好的鬼在你家里，或者不好的鬼，这个恶鬼啊，在旷野的地方，在海边，在寺庙，在医院，什么叫做冲犯呢？东南西北，你出去的时候跟他 touch， 跟这个恶鬼 touch， 他
好像你走一走，在路上，在海边上走一走，海边上有鬼，旷野也有鬼，所以叫旷野鬼神咒。西院里面的鬼也很多，啊，你一走进去的话，你跟他对面，你没有看到他，他看到你，但是你，他记得他，你碰到他。你回去的话，冷发热啊，全身不舒服啊，头痛啊，脚痛啊，连香港脚都痒啊，就是头皮啊发麻啊，全身麻麻的、啊，就是什么做什么都没有精神，还跟着你回来，这个就叫冲犯。那冲犯呢？在哪个地方冲犯，你在哪个地方把它送走。好，我们的方法是这样子的、啊、你在东边冲犯就往东边送，西边冲犯往西边送，南边冲犯往南边送，北方冲犯往北方送，只要 把那个鬼气从你身上给它移掉，你就恢复正常。那这个我们都会做的啊、哦，我们就都会做，不然做替身也好，做什么也好，那个这世界上的鬼是还在的，并不是说做来一个罗天大教，破来一个地狱啊，就以为所有的地狱全部破了，嗯，啊。从此以后就没有地狱了，不是这样子的。而且将来大家会不会冲犯，你如果去碰到恶鬼，从跟恶鬼客气，你当然是会碰到。那为什么这个叉叉那边的鬼要把它收服？什么原因？恶鬼，因为他那边已经组织了一个总本山出来，鬼的总本山出来，而且他收的全部都是恶鬼，啊，倒不是他去降服，他去塞班岛，啊，大家知道他去塞班岛，他去那里把那里的日本金粉的鬼、死亡的鬼全部收回到鬼的总本山。他去印尼雅琪省，那些溺死的所有的鬼魂，他去那边把溺死的鬼全部收到那个鬼的总本上。然后在台湾，他收到这个好天母一个鬼庙所有的鬼，全部收去他那。另外，他收了二次大战在日本死的那些精魂，那精魂还收了古代的鬼，就是所谓的中村一武啊、渡边一郎啊跟小林，小林是忍者啊，他是忍者啊，忍者是自杀的，也就是说他们驻守在日本的忍者在二次大战的时候集体自杀，他们忍者全部自杀，啊，自杀了以后，他把这些自杀鬼全部收到他那里。另外，越战的华盛顿 DC 越战的死亡的将士，他收到他那边。另外，这个纽约双子星大厦，双子星大厦那时候被恐怖分子攻击的。那3000多名的那个死掉的那些鬼，全部收在他那边，全部收在他那里，他那边所容纳的，另外还有地狱的很多的恶灵，全部收在他那里。你自己看那个他自己本身的，啊，这个精英湖简介，我告诉大家，现在讲精英湖没有关系。金鹰湖简介，你从网络上你可以看到，他所收来的鬼，
有什么鬼，他自己也写清楚在他的简介里面，全部写在，全部都是恶鬼，不是战死的，就是自杀的，不然就是溺死的，不然就是被那个二次大战在双子星大厦，纽约双子星大厦死掉的那些鬼，他全部用吼哄的方法，用师尊的嗡阿吽梭哈去招请，再用吼哄的方法去去供养他们，然后把他收到他的这个鬼的总本上，让大家了解他鬼的来源，他二次大战的很多的这个鬼，他是这样子来的。他也是曾经讲过，这个连安上师啊，是黑无常转世。因为他的脸是黑的，站起来只能在看一下。他也讲过，就是日本的这个灵印上师白无常转世，脸色永远都是白。灵印法师，灵印法师，日本静香上师的灵印法师是白无常转世，他的黑无常刚好是一对。所以我今天讲跟大家表明一次，说明便不是从此以后生活的中的弟子不会再冲犯。你想想看什么原因，你如果是东边遇到恶鬼你冲犯，当然了，我们已经解除了他的鬼的总本，已经破了，好。因为在他的鬼的中本山里面，他的这个禁边地狱里面有所谓的跳楼村，有一个村庄叫做跳楼村，生活中弟子跳楼的全部在那里，包括杨宗尺上师的夫人，杨宗尺上师的夫人也在跳楼村，那里有一个村庄，全部都是跳楼，凡是跳楼，我进去一看，几乎大半都认识，就是生活中的地方。有楼上跳楼的很多，全部他收在跳楼村里面。跳楼村，你有看到几个？我不是看到莲萼法师，马来西亚莲萼法师的魂魄也在那里，也在那边，现在莲萼法师。现在联络吧。
他随便我也随便。他如果很认真在采访我，我会很认真的。他到最后要走的时候，我很沮丧，因为跟动物讲话。我不会的。
那里发现鬼牌，也有三个鬼牌吧？三个鬼牌。对啊，好。连北卡，他都是安那鬼牌在那。当然，那个法师，你晚上敢在这个雷藏寺睡觉吗？好几年都睡得不好，好几年睡不好。不能睡，我不是他一进一个晚上没有睡够。他在雷藏寺睡觉，没有办法睡，一定要回家睡，对不对？对，到处吸水，到处去。找地方睡觉了，找地方睡。好，请坐。没有办法睡。影响很大，单单那个八方雷藏寺，八方雷藏寺这个，你们那边也有十几个人来环境，吃了他的福，参加他的法会，惹上鬼气的，连五上师呢？你有没有受干扰？他跟他接触很多，莲木法师跟他接触很多，所以他也卡了音，他也受影响，也是受他影响了很多。还好你们算是幸运的，都没有死。卡音的、自杀的，像我们这个西雅图的战士徐瑞光师姐，他是去了旧金山，去礼拜了这个叉叉，回来以后他就看到鬼，看到很多鬼，然后精神受干扰。以前来西雅图的样子，他好一个人好好，去了旧金山以后回来就看到鬼，然后受鬼干扰，一直受鬼干扰，到最后自己开着红色的垫子，也是红色的垫子吧，去撞路边的水泥桩，用很猛的力量去撞。然后警察也很奇怪，交通交警来，第一个那是乡间小道，没有车，后来车前面没有车，他自己在沙石路上、沙土路上开那么快，撞路边的水泥桩干什么？警察都搞不懂，他是自杀。鬼在旁边讲，你死了，你看到，看到你在飞天呢，你就升天了。他就去撞，跳楼了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今天所讲的等于是昨天所讲的游戏，要告诉你们一个概念，恶鬼在这世上还是有。你看东方冲犯要往东方送，西方冲犯往西方送，我们只是破了他的总本善，然后把那个所有的鬼给他们好三归一啊，守五戒，然后让他们超生啊，能够我们生活中的弟子大概有，我算大概，我不能讲全部，大概有7000多人在他的鬼的总本善，7000多人在他的鬼的总本善，生活中的弟子啊，这个魂被他收走，他超度的也会去他那里，有7000多人在他那边，有的福分好一点，被这个五大鬼底下的人抓住，压到那个
他的进编第一的时候，因为他头上有善光，然后他被接引，他被的空行母来把他接引走，他们没有办法，才没有去。有很多弟子，他本身有修行，但是被抓到那个鬼门关的时候，刚好有天神下降把他接走，就是有这种现象，有好一点的弟子都被接走，不然就进了进监狱。所以我看到莲乐宝法师的这个他的魂魄，他的灵魂已经在进编第一。我去马来西亚弘法的时候莲乐法师还在，我摸他的顶我说这个人已经成为空壳子。然后过不久他真的他的人就死了。莲乐法师是在马来西亚帮他筹款募款很久，筹款募款，所有的钱集中在那里，然后再转到叉叉的身上。还有这个在广东是小丽师姐帮他筹款，他的款由小丽师姐收，然后再汇到温哥华麦师兄那里，再由麦师兄再转汇到他的手上。麦师兄也在进编第一，是因为他的妻子麦太太你知道那个养马，有一只马，哪位麦师兄人很好的这个地中海，头上是地中海，头是光光的，所以我先已经把它超出了麦太太来要求把它超度，从净编第一里面给它超度出来。所以其实也不用讲太多了。但西雅图雷藏寺就发现了七个鬼牌，西雅图祖庙就有七个鬼牌。山庄呢？山庄几个？山庄也有三个，这个彩虹雷藏寺也有三个，最多的是佛罗里达州圣德雷藏寺，一共有十个，十个鬼牌，大概是他安娜以后又忘掉了，又跑去安。安娜以后忘掉了，又跑去安，所以他那边就有十个鬼牌。圣德雷藏寺有十个，你们那个三轮雷藏寺有没有？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他没去过、他没去啊，没去过。但是有法师也去啊，没有啊，法师去，有老人进有去，可是他很好啊，他在那边很好。哦，老人进啊。对啊，从来都没有安过啊。老人进在这里吗？昨天法会有。昨天法会有。还有啊，老人机有吗？老人机有检查过了，全部检查。你的牙齿是苗栗洪医师帮你整的，对不对？苗栗洪医师帮你整理了你的牙齿，对不对？补一颗牙齿。然后你住在树德堂堂主的地方，对不对？然后你有告诉树德堂的堂主说你以后招请了要招请五大神，有没有？没有。阿弥陀佛。你说没有，那个苗栗树德堂堂主就在这里就在奇瑞的里面，昨天有，对，那个徐瑞麟他说你教他说以后招亲要招亲五大神，五大神就是五大鬼，五大神就是五大鬼。
他们称为大神，对对不对？阿弥陀佛，他讲的哎，那你他讲有，你讲没有？上回我问你说你身上有没有？身上有没有这个五大鬼？你说你也跟我讲没有，那到最后我问了半天，你说有在香袋，然后你掏出三张这个五大鬼，对不对？你现在香袋里面有没有？啊？我现在放师尊的法相。上回跟我讲，我没有身上有没有五大鬼，我在问他们真的没有吗？所以有人在相待，对不对？对，对，好、哦。那上次有你放了三张，也就是小林、林良之、黄金钱，这个中村一武。渡边一郎、中村一武、小林、林良之、黄金泉，上回就放了这五个像，五张，他每一次修法都拿起来招请的。白云雷藏寺啊，白云雷藏寺里面也有住着一个法师，他招请五大鬼的。白云雷藏寺的上师在吗？联名的。联名，有一个法师在你们住在你们宿舍，也是在招贤五大莲凤啊，是吧？莲凤啊，莲凤，凤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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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啊，被你发现了是吧？啊，被你发现了以后，你请他走路，这个不是传承的东西，怎么你可以随便招请这五大鬼？而且这个三个日本鬼，两个台湾鬼，啊，林良之是听说是他们自己称的，流民船黑旗军，流民船底下的一个将军叫林良之，啊，他是他们自己讲，我们查了这个流民船底下的人，没有一个叫林良之，没有一个叫林良之的啊。我现在都是找的都是实证，我这个人实地上说法，我不会随便乱讲，都是实在。他找出来，结果这个莲凤跑到这个华光雷藏寺，有没有？有。啊，跑到华光雷藏寺以后，突然间跟莲，过了一阵子跟莲池上师讲，说我接到圣旨了。哎，我接到圣旨，我要去哪里了？对。他就走了，对不对？对。对，他去了哪里？不知道。不知道，有一段时间在中观堂。啊，他又跑去中观堂。啊！那时候我特别允许他进来，然后我就一直不断的教他正念。嗯。很好。这个其实他们也有这样子。明明是五大鬼，你说称为五大神，这样子在招请，说他们已经被降服了，都是我们的护法，只有你嘴巴讲的不算，对不对？你嘴巴这样子讲是不对的。他说这个所谓叉叉虎已经跟玛哈双莲池几乎平等了，啊，就是他是他的净土，就是啊，叉叉虎跟玛哈双莲池是同等的净土。同等的净土，他把自己的那个收来的鬼全部都变成净土，在那边就变成净土的。
法师跟麻花双莲师是等齐的净土，这是你嘴巴讲的吧？或者是地母娘娘给你的那四个字，你说了算？当然他说了算啊，他说是净土就是净土啊，他自己就是修行三千万年的如来啊，他修行了三千万年的如来，那师尊哪里跟他比啊？我跟他比啊，我是他的一只脚毛而已，怎么比得上呢？对不对？他修行三千万年，我看到他的那个《指点眼看》最近翻开了一看，哇，吓死我了。他到了青海，青海湖，好像在青海湖的中间修一坛法，青海龙王来亲自的护持他，黄河龙王出来，啊，他到了黄河，黄河龙王出来接驾，嗯，接驾，到了青海湖。青海龙王出来护持他们修法，哦，他下飞机的时候突然之间下来一场大雨，啊，这个叉叉在飞机门口就喊了一句话，青海龙王来，已经来了，啊，来接待我们了。哇，你看雨下得好大，他们的法师跟他一起去的人，每个人都在那边跳舞啊，在淋雨啊跳舞。好了，我问一个人，马元静，你有没有跟去？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已经二十年离开紫莲堂了。你没有跟去？没有。相片里面有你。哇！不是，大家要知道，真的没有。我没有去，他那边。你二十五年从来没有跟叉叉出去旅行过。有那个青海一次。哎呀。有。我是你们的。乱讲。老人家顶天立地，顶着师尊的头上。啊。那你有跟他旅行？你去哪里？1974年。1994年。94年。去过青海。去过哪里？青海。哎呦！好了好了，你坐下。很乱，老了。老了啦。他有去过青海。老了啦。但是没有去过青海湖吗？他们去青海就有去青海湖，然后有去这个青海的茶尔市。青海是塔尔寺，还有去青海塔尔寺，还见了一个活佛，几个人在前面排着照相，这个叉叉站在活佛坐在宝座上，啊，师尊代表活佛，叉叉站在他的旁边，底下排了几个人，中间的就是老年纪，有没有？想起来了，又说去了青海，去了这个。想起来了，只有他一个人没有去青海。青海龙王亲自跟叉叉讲，三千年以前，释迦牟尼我还没有出世，你就在这里修行闭关。我就是青海龙王。来护持你，他讲的这个故事，三千年前比释迦牟尼好，我还要早，他就已经在那里修行，不要说三千万年，古云讲说他修，他亲自跟他讲，他已经修行了三千万年，你们可以想一想看。是不是吹恐龙？恐龙时代它已经有，我是有根有据的哦，我告诉你，恐
恐龙还比他还晚出生。释迦牟尼佛比他差得很远，他的里面有一个矛盾。第一个，他讲他是释迦牟尼佛当中的一位很伟大的弟子，很伟大的弟子。他的先生是达摩祖师，六祖慧能底下的一个大弟子。我实在不太愿意提他的这个他的家属，但是在他书上写，我是讲他书上所写。好了。他修行了3000万年，他又变成释迦牟尼佛当中一个大弟子，领着释迦牟尼佛入龙宫的也是他。我们查了入龙宫的名单啊，其实很多的阿罗汉都跟着他一起入龙宫，还有很多人跟着他入龙。他到底是哪一个？没有讲清楚。没有讲清楚，释迦牟尼佛入龙宫，他带着释迦牟尼佛入龙宫。问题来了，他的《紫莲叶刊》里面写，怎么写呢？里面写了一段文字，他去了白塔寺，去拜舍利塔，到了北京拜那个佛子舍利，佛子舍利。的舍利塔，到了地教里面去拜那个舍利塔，佛祖降临跟他讲，他自己在文章里面写，佛祖降临跟他讲，讲什么？讲说你以前是我的大师祖呗，你以前是，你每一次都炒最好的菜供养我。炒最好的菜供养我，他在里面写了炒最好的菜，每一次我经过你的家门，释迦牟尼佛经过他的家门，他都炒最好的菜去供养释迦牟尼佛。你又是释迦牟尼佛的大的一个师祖，常常炒菜供。大弟子有10个，有10个有名的大弟子。第一个就是舍利弗，智慧第一舍利弗，第二个是神通第一目犍连，对不对？然后这个悉菩提，这个阿难，都是大伽叶，大伽叶，佛陀第一的大伽叶。还有最后一个就是他的儿子达夫拉，就是我们称为罗诃罗，罗诃罗，罗诃罗是密行第一，是他的儿子罗诃罗。怎么找都没有找到，叉叉是哪一代的大弟？真的，我也不认得他是什么释迦牟尼佛的大弟，他嘴巴讲。释迦牟尼佛大儿子转世成为像水缸一样的女人，怎么搞修成这样？修3000万年呢？好了，大家谈他，我就谈他。我是在讲鬼。奇怪，讲鬼就一定要讲到他。他真的是搞鬼专家。真的，很多故事，他
是不没得讲的啦，从他嘴巴讲出来的故事哦，千千万万呢、啊。啊，他一回来就站在谭神面前，两个眼睛一闭，我刚刚去了马拉松。我什么时候在麻花庄那里看过呢？根本就没有看到，你还编了一套故事，说师尊问他，怎么只有你一个人来？那他就。时候几天七天只有在巴西第七天我是调虎离山计调所有人目光在巴西第然后一下子我是转回夏威夷转到台湾我在台湾隐居了三年半他去了大哥我隐居了一年多他说他看到我在大溪地穿着短裤吹马嘛我现在不要讲他吹你嘛吹你的大家都会讲吹恐龙他恐龙时代他吹恐龙都是吹恐龙哎，很多造假的，数不清的造假。这个人太会说谎，全部都是谎言。但他两个回答是真的，这一点不能否认。因为他跟我说要分家的时候，我也答应他，告诉你。我曾经答应他，好，你分出去吧。你既然要求我分出去，你就分出去。他说，卢登兄弟要跟着我呢。我说好吧，那他跟着你吧。那送你了，送你了。你就去擦擦糖睡一晚上。回来都黑了。三重同学会要跟着我呢，我说给送你了。柏林同学会要跟着我，送你了。啊，这个另外还有一个同学会叫连胜，连胜同学会要跟着我，啊，这全部送你了。反正要跟着你的，通通都送你了。法师呢，全部送你了。送你已经很好了，你就出去。你不要叫你的那些鬼呢，半夜来找我要宰我啊！这个就太没有良心。还记得吗？两岸和平会议的时候，他写一封信给罗福柱，杨冠仪哪来给我看？莲智上师那时候在有没有在旁边？有，你在旁边啊。杨冠仪跟我怎么讲？你们的一个上司要我杀四个上司，拿四个上司
第一个师母杀掉，叫我啊，杨冠宇说叫我们杀掉师母。第二个要杀掉的是谁？莲智。啊，第三个要杀掉的是谁？林妙。第四个要杀掉的，他现在已经是在这里，莲平。杨冠宇亲口跟我讲，你们有一个上司要杀掉这四个女上司，师尊是被四个这四个女上司控制，这个给他包围，让师尊没有办法自由，啊，完全变成一个傀儡，所以只有杀掉这四个女上司，师尊才可以把他救出来。那时候杨冠宇讲，我用狗笼子，狗的笼子，把这四个女上司半夜给他绑走，装在狗笼子里面，把他带到台湾的深山里面，最深里面的山，没有人住的深山里面，把四个狗笼子用锁锁住，脱光衣服让他们喂蚊子，让毒蛇猛兽去咬他们，让他们这样子慢慢把他们折磨死，不饿死也要怎么死，不饿死也要能死，得把他衣服脱光，把师母莲智啊莲妙莲品四个女上司抓到深山里面去。我看了那些字，他拿信给我看，那个字就是叉叉写的，多少年前的事情？两岸和平，1995年。我为什么不敢讲这个事情？我为什么以前都不连提都不敢提？因为罗夫柱那时候还在台湾，罗夫柱现在已经70出进，就是不能够住台湾。杨冠宇在这个4-5年前，他被抓进去关了。他因为勒索内府的一个富商，2亿。那个时候我承担了这个业，为什么呢？我坐在那里，你不可以杀这四个人，我挡住他，不可以杀这四个人。啊，那你要怎么办？他说这样子好了，我不杀这四个人，但是一个人的人命算500万，那时候500万很大，啊，500万，一个人的人命算500万，那你卢师尊欠我2000万。那时候2000万很大，他一直追讨我，一直追我。我到阿里山，他追到阿里山；我到台中，他追到台中；我到高雄，他追到高雄；我到哪里，他追到哪里。到最后一站，在台中的新天地饭店，新天地饭店在那边啊，同门共餐的时候。我们用借用要走的借用尿遁，那个常人上司，那个时候常人上司在，常人在，啊，在啊。我们到了台中美术馆，那时候我问常人，明天的 Northwest 的班机，我们要回西雅图，我们不坐那班班机。我问常人，那天晚上有没有班机飞西雅图？有的，我们就安排了。他已经安排了，我们提早离开，要跟我离开的，口耳相传，那是传承的。口耳相传要离开的，马上借着吃饭吃一半，各个上厕所。然后换上便服，老妈装脱掉，换上便服，各个从新天地的后门溜出去，叫一部车马上跑到桃
桃园机场。到了桃园机场的时候啊，我们嘛很快的 check in， 进到这个 immigration， 进海关，然后登上飞机，从此自由。那一场是逃亡啊，那一场是逃亡，你知道吗？那一场是逃亡啊，借着尿遁进到厕所，跟着一起走的全部上部车离开。那个黑道的有一桌在那里监视我们，这些人怎么上厕所上尿去？其实那时候我们已经在到逃往桃园机场，我们是逃走的。据说啊，第二天早上我的过境饭店的那个套房，二三十个黑道的穿黑衣服、黑西装的黑道人，在我门口要挡我，非给钱才让我离开，坐 Northwest 的回来。然后我们已经坐，那时候我们已经在空中在飞行，飞西雅图。还有名字，那时候黑道扬言，从洛杉矶，就是南加州洛杉矶华青帮，调动华青帮的人北上西雅图找我，在哪一天某一日要跟我讨钱，从调动这个洛杉矶华青帮的要到那个 Edmonton 找连志，连志有没有报警？有，他在 Edmonton 报警，我们在西雅图报警。喜欢玩枪，他把枪啊，自己家里的枪全部放在彩虹山庄。那我就把所有联保上市的枪摆在我的案上，摆在我的书桌上面。我每一支枪拿起来玩，因为我是军人啊。长枪、短枪、卡宾枪、冲锋枪、手榴弹，全部摆出来给他们看。然后我每一支枪拿起来，我会扣扳机，所以我会装子弹，会扣扳机，啊，这个会开保险，开保险，然后扣扳机。我拿起来每一支枪，我玩给他看，玩完了，他回去告诉这个啊南加州的华青帮，你们不要过去。因为他们不是普通的和尚。他们这些和尚每个人都不是普通的和尚。我讲的都是事实。我们那边有报警，连志上师那边也有报警。我也报警在温哥华跟安德森。好，安德温哥华跟安德森也都报了警。我刚刚讲的这件事情是不是事实？是。告诉你，查他就要杀四个女上司，我就知道这个人心地，多少年前我就知道这个人心地很狠。心地很狠，但是我不敢讲，只是想说渐渐的离开
就这样子的，渐渐的也这样子，不敢跟他太有时候。他当初要独立的时候啊，告诉你，他打电话联络很多的分堂，问要跟师尊还是要跟我。啊，连文上师，他打电话给你，是不是这样子讲的？你要跟师尊还是要跟我？跟你讲了两个小时的电话，有没有？还有这个意思。有这个意思。好，就是有就有，不要讲。讲多久？两个小时。从台湾哦，从台湾打电话给你，要你跟他讲了两个小时。好，请坐。打给很多的分堂，我只是举一个例子而已。这样子还算是弟子？想想看。嘉欣讲师在不在这里？在这里。他跟你说过，我后悔皈依卢师尊，有没有？证人的2000年的时候，哎，现在是2018，哎，这个人家英雄不论出身低，这个他的过去我们不谈，他的过去我们不谈，其实他的过去我们也知道很多，啊，跟他打牌的姚一奇啊，跟他这个打牌的谢胜华是谢胜华本人，不是谢王淑美，谢王淑美不会打牌，是谢胜华本人跟他打过牌，他们跟我讲他过去的事情，他们跟我讲，好了，我今天讲的是鬼。我告诉大家，这世界上并不是说一个罗天大将只是破了他的禁边地，并不是完全破了所有的地，这世界上还是有很多的恶鬼。那么在来之前，在来这个这次法会之前，我们西雅图有一个女弟子，她也卡了音，还非常严重，已经4-5天没办法睡了。师尊用了大力金刚跟不动明王的9日真言千日劫，在她身上做结晶，她才恢复，她的鬼才退去。她身上有三个鬼，身上有三个鬼。都是很凶恶，我退了几次退不掉，最后一次用了大力金刚，啊，他的身上结界，跟这个9日真言切日结，才把它解除掉。这9日真言不动明王的9日真言切日结非常重要，大力金刚非常重要，这两个东西啊，把很凶恶的鬼，三个凶恶的鬼全部给它清除掉。所以他今天也来参加，所以这位女弟子
也来参加晚会，而且身体非常好。他们谢谢。在西雅图的时候啊，他脸色惨淡，被鬼缠的时候，也有很多弟子看见，看见的请站起来，看见的。啊，看见的举手就好，举手举手。啊，西雅图的弟子有很多人看见他，然后我亲自在加持的时候，哎，莲东在旁边的。哦，莲英，莲英也有，莲英在旁边看着，真的，他现在已经完全好了。很感谢这个佛菩萨加持，很感谢大力金刚，啊，很感谢这个不动明王，啊，他们护持师尊，还有大威德金刚，啊，护持师尊，很多的金刚者，很多的护法。很多的这个吉祥，所有的吉祥，一切的吉祥神，啊，一切的这个空行，啊，护法，金刚，啊，我们是非常感谢的所有的冥王，有五尊啊，文尊、武尊，啊，我们都非常的感谢。啊，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鬼的观念，啊，我们不能说哦。现在以后就没有鬼了，不是，还是有恶鬼啊！你到哪里去，你都会碰到。但是，就是我们已经解除了这个五大鬼这边的恶鬼，已经把它解除了。就是这方面的总本山的这边的恶鬼已经把它解除了。希望呢，这个世界能够平和，这个我们的国家。也能够平和，每一个国家都能够平和，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平和。啊，每一个人的身体也都能够健康，能够平和。那等下来我们就做这个传承的灌顶。一个传承的灌顶，啊，这个传承的灌顶，其实佛陀说的灌顶，也等于是环境的灌顶，啊，所以我们身心都能够健康，能够安宁，好好的修法，我们健康。我们的人生是一种，我们的人生是一种，我们的人生是一种。
Thank you.